进入这个好像所谓三国这件事情，对，因为之前我找文丽的时候，文丽说：“哎、欸，我没有那么熟三国。”说：“没有，不用特别想说，不用特别紧张，说一定要谈到很多三国的事情。”其实不用，对，其实也不能这样讲啊，因为其实我真正入迷玩的三国游戏是那个，我自己也有写在附录上面过，就那个 Sega 上面的那个《列传》《乱世群英》，因为它有中文版。什么什么三国？三国是什么？《三国志列传》。哦，三国志列传乱世群英，那他当时就有出官方中文版，就是我是小学毕业典礼的，就那天晚上去那种要好的同学家几个好朋友嘛，等于说那个小学毕业很开心，然后就顺便去玩一玩这样子，就那位同学就是家里家境蛮好的，所以就是那个在1990年的6月他就已经买了那个 Mega Drive。那当时班上可能大概大家大概99%都还是在玩红白机吧，如果有游戏的啊，那看到 Mega Drive 就是受到了这个时代冲击嘛，那然后画面一出来啊是中文的，然后又冲击了一次，然后音乐好好听，跟那个都不一样，对，然后就是他说就立志说好一定要弄到一台那个 Mega Sega 这样子，然后大部分 Sega 第一块游戏可能啊，不是格斗三人出什么的，格斗三人，我第一款真的是格斗三人出，对，那但是我跟主机一起买回来的游戏就是这块《三国志列传》，然后玩的就是他那个时候破关有一个统一度的设定，其实就是分数嘛，就是说你人越多，那个就是你过程中杀的人越多，那个武将死掉的越多，那个数值就会往下掉啊，应该还有其他的那个变数，但是主要是这个，然后那时候就不断的玩，不断的破关，就是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有意识去玩的这个历史模拟游戏。那因为这是 Sega 本家做的嘛，那他的方式跟光荣是不太一样。那我在接触光荣三国志之前就已经玩到了这个《三国志列传》，就后来变得反而没有办法适应光荣的三国志。因为两边的逻辑不一样嘛，它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吗？就是对 Sega 这一片，其实因为第一它整个画面的呈现就不同，对，因为在这个时候的，比如这时候应该三代还没出来，应该是三国志二，然后一去买了三国志二卡带回来玩，然后怎么会这样，怎么完全就是感觉、玩不下去，对不对？玩不下去那种感觉、跟三国志二比的话，它对啊，它比它漂亮太多，它单纯就是除了画面漂亮之外，那它可能一些系统方面其实也简化过了，就是对那个小学刚毕业的我来讲是刚刚好，对啊，但是差不多的时间我去玩三国志二就卡住了，就这样。三国志二那个时候还没中文的呢，对，那游戏上电脑上有了，但是游戏上没有，后来应该也是、也有，然后为了玩这个游戏就是可能，然后我还去那个那时候家附近台中嘛夜市都有，书店，就是一台卡车上面摆了一堆什么寰宇探奇啊，银环收起啊，这些书嘛，那也会放那种大本的小说，《三国演义》哎，《三国演义》，然后这个《水浒传》啊，然后这个美之类的这些东西。那本来我不是一个很爱，就是不是那种所谓的喜欢读书，从小就只看漫画，只看小叮当，只看少年快报。然后觉得都是字的东西，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现在讲的，你们这些死文青那种感觉，装什么了不起？看那种都是字的书，就为了玩这个游戏，就是我还真的花零用钱去夜市抱了一本那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来啃，而且还把它啃完了。对，是那个是没有白话版的吗？是这种有点文言版的那种吗？对，就是当然以古人的观点来看，那已经是白话。对啊，我知道。可是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还是卡卡这样子，就是你读。看得懂，但是你会读的卡卡。所以那时候我国一，我居然就把那样一本，好像1000多页吧，就为了玩这个游戏，为了认识里面这些人。当然，你说刘备、关羽、张飞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有一些那种沮授啊，还是什么，有些比较不有名的那些武将啊，素质比较低那些武将。你会想要知道一下这些人是怎么回事，然后那时候没有 wiki 可以查。你那个时候你会不会
发生那个不知道怎么念名字的那个的问题。会啊，就是他这点啊，像荀彧吧，我还记得荀彧嘛、啊，然后大家那时候念狗货，然后狗有啊，那有那时候我都说我最喜欢用狗货，我想狗货是谁啊？没有，那时候我遇到人家也有玩三国，就是聊，他说、哦、我不管啊，他就叫狗货，反正会开始被乱起名。对啊，夏侯淳，对，夏侯，哎、欸，夏侯淳，我到现在还这样念、啊，后来发现是念夏侯惇嘛，对啊，对啊，反正因为大家都会念错，所以荀木嘛，荀木，笋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念笋，笋木，可是有人念，有人姓笋的，好奇怪，大家都是有边念边，有边念中间嘛，对啊，对啊，对对、啊，然后因为它里面的一些讯息什么又非常的口语，非常的白话，嗯、招了那个关羽饿死的。对，因为你有时候把部队派出城去，你会把它忘记，然后就在那边摆摆摆摆到没兵粮，然后就死掉了、嗯欸，也没有任何警告讯息。不是，你知道这个？啊、你知道这个梗？什么？你这梗我知道，我有把它写出来、啊。你知道这个梗那个什么？最近那个日本还在玩吗？山田孝之还是把它拿出来玩呢、啊嗯？因为他最近演那个他最近演《勇者义彦》很红嘛，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游戏边代言人了、啊。没有，勇者义彦基本上就是拿别人的 content 来玩，玩到那个观众都很不安这样子，虽然很好笑，但是大家都超爆笑的。没有，我觉得他是玩到变成那个什么主流那边，因为他太红，红到那种主流那边在认可他，也被默许了。对啊，就是被你拿来玩也是一种广告嘛。哎、欸，拜托他还送他 VR 那个对吧？对啊。但是敢玩任天堂还是很有胆啊、嗯，我只能这样讲。嗯，对啊。总之就是说，因为玩了这个游戏就。变成了很难玩其他三国游戏啊，对，这个因为 Sega 当时的，现在都是这样，因为 Sega 的画面当然是比任天堂真的好很多啊，对啊，对啊，對啊就是同时间受到文化冲击跟次世代冲击、嗯，对啊，至于说后来超人又出了那个太空战士五代六代，然后又被冲击一次，然后又跑回去玩超人，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嗯，我记得啊，我只能说，那是因为你有玩买过 Sega， 你知道，就是这个时候，之前我在看一个游戏的纪录片里面，然后他们就有提到所谓的 Sacred 圣战、嗯，你知道吗？就是美国那边其实也跟台湾的巴哈姆特这边一样，就是会有 PlayStation 跟那个 Xbox 的那个拥护者，然后会互相攻击对方这样。他说以前也是会这样的 ，Sega 跟任天堂会互相攻击对方。不共戴天哦。对啊，就是我的比较好啊，然后什么的，对啊。类的，然后不过因为基本上我是比较想说，我的抱持的观念是说，就是如果喜欢的话就想办法弄来我，对啊，真的没办法就不勉强，我就觉得说那个人生苦短啊，那玩游戏都没时间了，就不去想这些事情了。那顶多只是说啊 ，Sega 说啊，我以后再也不做主机，那一刻还是有点难过了。你说从 Dreamcase 对，从放弃 Dreamcase 那件事情，那一刻还是有点难过，但是。反正那时候也长大了嘛，二十几岁，所以就是一个 news 这样子。Sega， 对啊，不会 ，Sega 现在回跑到台湾来了。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替他担心了啦。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战斗画面、嗯，那时候就是有那种好像类似，因为他有放类似格斗，类似那个出招嘛，上中下三段，然后武器的那个，类似动作游戏配置。所以就变成说，假如你耐心够，然后运气好、技巧好，你可以拿那个，你可以用国家砍死旅，虽然几率很低，但是有可能做。有啊，我曾经有听到有人就是一直要试着做这件事情啊，对啊。对，所以就是当时就是在这个游戏上，我大概至少花了两年的时间，一直到后来开始去玩其他的像 RPG 的东西，才脱离了这个《三国志列传》。对，它占用了我非常长的时间。Okay，这是《三国志列传》，哇靠，这个没有。我那个时候真的因为也是有碰到有钱的同学会一直跟我介绍这个东西，可是我就是没机会，因为你知道太遥远，对，太遥远。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你知道，光是要弄到超人跟磁碟机就已经付出我的人生了，那其他的我就已经没办法了。对，对啊，而且那个 Sega 磁碟机更贵哦。对 ，Sega 也是磁碟机的。Sega 真的是有钱人买的。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更有钱的人买的，至少在初期是这样的、啊。但是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真正的顶级是 PC 眼镜跟 CD。哦，对 ，PCE 还有 Neo Geo CD 啊，对 ，Neo Geo 那个已经是在游戏都比贵啊，已经是在云上面，那个想都不用。那个是超级贵，可是我真的有碰到有人有钱到那个东西都有，你知道？
对啊，真是的，就是那个 全买的那一位。是，我想看到，原来福士德以前是残胶啊，对不对？就是我以前全部主机都买两台。哇靠，那家里面是买两台是收藏用、把玩用。你家里面是啥？种香菇啊，都农场是吧？就是地主是吧？对。应该要买三台，还有一台要传教用。我是独生子，所以要买什么家里就会买什么这样子。没有，我以前在那个念那个技术学校的时候啊，因为在日月潭那边啊，然后你知道日月潭那边真的残雕是蛮多的，就是其实很有钱，你知道吗？就是你想这样你这样得罪了我们所有内地人啊，对不起，好，没有，就是那个地方其实有很多有钱人。然后其实又深藏不露，你知道吗？就是平常是穿着那个卫生衣啊，然后那个对夹脚拖，对穿夹脚拖，然后吃槟榔这样子。然后可是家里面什么都有，你知道吗？可是他们家也不是很漂亮，就是那种，可是会有很多那种原木，会有那种原木的这种桌子，但旁边会有弥勒佛，然后拿那个烟然后给弥勒佛抽那样子。对，我还记得出门前要摸一下肚。对对对，就是会有这种行为这样。他们其实真的超有钱的。你知道，所以儿子有什么，儿子要什么都有，你知道？我还记得，就那个时候，就是我遇到这些有钱的学弟，你知道，就是我常常会想说，那三天我就不回老家，就跑去他们家这样过三天，然后就在那边一直玩他们的东西。对啊，我还记得，我记得后期有一个很夸张的，家里面有，那已经进入次世代时代了，有 Sega 那个什么 Saturn PlayStation， 然后那个什么就变成两个人哦，我记得还有什么 3DO 好像也有。可是 3DO 没什么游戏啊，就是 3DO 比较少，游戏比较少，也比较贵。白书了 ，3DO 白书。没有，我真的没机会碰到。对，真的是没机会。我都是事后才知道有那个游戏。你知道，这就是后来我们想要做那个游戏，介绍游戏的媒体，觉得自己深深不足。因为我在那个三大家里面，就是只有占了一家这样子。啊，那才是常态啊！所有主机都有，我觉得第一时间那个才是反常。对，至少福士德是反常，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是这样。好了，非常反常啊，就是说非常这样。三台都有，那很厉害，天哪！你说。